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哎、欸，澳洲和牛，澳洲和牛跟鸡，应该是鸡胸肉吧？牛小排脚切，首先要熟悉菜色，回去才能写稿。十分忙碌的在组合各种菜色在画面里面，这就是不知名部落客的手法。我们在一步一步的深入剖析。我不断的拍完，然后检视自己的照片。啊，好累。